光临后第二十七主日，从现在崇拜开始，请会众。Thank you.
嘅主，永恒嘅天父，你创造万物，山川河谷，日月星宿，俾我哋生命气息同埋生活上所需要嘅一切，我哋感谢赞美你。你系生命嘅光，我哋不再有黑暗；生命嘅灵粮，我哋不再饥饿；生命嘅活水，我哋永远不会干渴。你向我哋显出嘅爱何其大，因为你嘅慈爱同埋恩典赐下你嘅圣子耶稣基督，为救赎我哋，被钉喺十字架上，舍身流血受死，使我哋罪得赦免。佢嘅复活带俾我哋永生嘅盼望，我哋感谢你。今日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怀着谦卑悔改嘅心，承认我哋所犯嘅罪。我哋往往喺言语行为上得罪咗你，任意妄为，骄傲自大，伤害别人。求你赦免我哋所犯嘅过错，叫我哋不要偏离你嘅正道，行事为人遵从你嘅旨意，全心全意信靠你。天父啊，我哋献上赞美同埋感谢，用心灵同埋诚实敬拜你。求你洁净我哋嘅心思意念，开启我哋嘅耳目，领受你宝贵嘅话语，作为前行路上明亮嘅灯光，并且用圣灵扶持，使我哋能够面对试探不致跌倒，战胜诱惑，站立得稳，成为合主使用的人。主啊，你喜爱和平，并且满有公义慈爱。现今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人，因为天灾、战乱、疾病、暴力，或者是受逼迫而失去亲人，无家可归。求主施怜悯，安慰他们的哀痛，医治他们的创伤，加添信心和勇气，并藉着各界的关怀和救助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，得到温饱。我们为世界和平和地方治安祷告，求你赐各国领袖政治智慧、道德勇气和敬畏上帝之心，共同努力，互相尊重，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消除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的矛盾，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，谋求万国的幸福。我们为本堂教友和事工祷告，求主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保守带领我们，将爱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叫我们凡事包容、谦卑、忍耐、顺服。各人在工作、健康、学业、家庭、侍奉和信心上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乐上加乐，同心协力，讲传福音，兴旺教会，传扬你的圣名。我们将今日崇拜的一切程序恭敬献上，求主垂听，祝福悦纳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
音第四章第七至十五節。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，耶穌對他說：請你給我水喝。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。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：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？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。耶穌回答說：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。婦人說：先生，沒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從哪裡得活水呢？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，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裡的水，難道你比他還大嗎？耶穌回答說：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喝，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婦人說：先生，請把水賜給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。求主耶稣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更晓得你话语的奥秘。我们把早晨的时光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请翻开
约翰福音第四章。我哋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第七节开始。第七节开始。这里讲到说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呢度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嘅妇人嚟到打水。他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他对耶稣讲：“请你给我水饮。”好，那么。我们知道啊，如果英国女王来到你的家说哈，请你给我一杯水。假如英国女王来到你屋企，问你攞一杯水嚟饮，你会怎么对待？你会点样对佢呢？哎呀，女王你来我这里，我要啊看你要喝果汁啊，或者是鸡汤啊。如果假如女王来到你屋企，你可能都会请佢食生果或者饮鸡汤。啊，女王说白开水就 OK 啦。但系佢话白开水就得啦、啊。所以呢，万王之王耶稣来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。所以耶稣基督去到嗰度问一个撒玛利亚嘅妇人嚟攞水饮。这个是很特别的哦。呢件事情系非常嘅特别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。因為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是不相往來，為什麼不來往呢？但是為什麼他們不會來往呢？因為撒瑪利亞人就是他們跟外邦人混血生的孩子。因為撒瑪利亞人是外邦人和猶太人混血而生的小孩，所以呢不純，他們是不純正，好像白人跟黑人生的孩子也不純，好像黑人和白人結婚生的孩子也是不純正、啊，所以呢，撒玛利亚人他们要住在另外一个地区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要住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我在南非宣教。我在南非宣教。他们有种族隔离政策。他们有种族隔离政策。白人居在那边。白人是住在一边。黑人在那边。黑人就住在另外一边。那其他呢？其他的人呢？叫做 color people。有色的人种。color people 就是白人跟黑人或者是印度人跟黑人混血生的孩子，那些所谓有色人种就是白人和黑人所生的，或者是印度人和黑人所生的小孩。他就把他那一区叫做 color people， 那些他们就叫有色的人种。那整个 city 呢通通是 color people， 在那个地方城市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。那我在南非呢，我是住在印度区。我在南非住的时候，我就住在印度区。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印度人。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印度人。那么我如果要到 color people 的地方，我就开车去大概十几分钟，哎，就那一城市通通是 color。我要去这个有色人种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要揸车十五分钟左右要去到这个地方。那我的德国老板呢，他是住白人区。但我的德国的老板呢，他住在白人区。那个地方哦，他住的房子家里有游泳池，很好的设备。他住的地方是非常之有好的设备，屋企里面也都有泳池。但是我们宣教师呢，我就说我们这个中国人，我们要道成肉身，做印度工作就住在印度人当中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身为宣教士，我要做这个事工，做印度人的事工，我就要住在他们当中。起初印度人不接受我。但其實印度人是不接受我的。是外來的人啊，你不了解我們。他們會說我是外來的人，我不會了解他。但是我跟這些印度牧師都做好朋友。但是我跟印度的牧師都是做好朋友。他們去打高爾夫球我也跟著去，是室內不是室外的，室內高爾夫球。他們去打室內的高爾夫球的時候，我也都跟他們一起去。他們去 conference 我也跟著他們去。他們開會的時候我也都跟他們一起去。跟印度牧師一起睡。我同啲印度嘅牧師一齊嘅瞓覺。所以到後來呢，他覺得我不像外國人。到到最後，後來佢覺得我唔似外國人。不像德國人。唔似德國人。就像印度人一樣。就好似印度人一樣。所以他們有時候點名，但他不覺得我是外來的，所以還是他覺得我是他們一家人。到最後尾，佢哋都覺得我係唔係外來嘅人，佢覺得我係一家人。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耶穌。我哋就喺度睇到耶穌，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佢要同呢个撒玛利亚嘅妇人攞水饮。这个撒玛利亚人说：你们犹太人不是看不起我们，说我们是杂种，是狗。呢个女人就问耶稣话：你唔系觉得我哋呢一啲撒玛利亚人系好似狗一样嘅杂种咩？那既然说我们是狗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要水喝呢？我哋既然系一狗咁样，你点解要问我攞水饮呢？所以呢，耶稣就对他说。所以耶穌就同佢講：，你若知道，跟你要水喝的是誰，
佢話：如果假如你知道問你攞水飲嘅人係邊一個，那你就必找給他活水。啊，我們可以看這圖畫，耶穌跟那個撒瑪利亞婦人的圖畫。你可以睇一睇呢度嘅圖啊，耶穌同埋呢個撒瑪利亞。你如果知道跟你要水喝的是誰，耶穌話：如果你知道跟同你攞水嘅係邊一個，你就會你必找給他，他也必找給你活水。你就會早早嘅俾佢，而佢又會早早嘅俾你有活水。我们知道哈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为什么到中午来这个井旁打水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点解要到中午的时候去呢个井旁嚟打水呢？人家打水都是早上嚟，应该一般都是早上去攞水。我在 Liberia 哈，有一天早上四点钟被黑人吵醒。我有一次在呢個利比亞入俾四點鐘俾人哋吵醒。哇！原來那些婦人他們在搶水。嗰啲嗰度當地嘅人，佢哋喺嗰啲女人就喺度搶水。啊，因為旱季沒有水。因為佢哋旱季冇水。啊，所以一大早就要去取水。所以一聽早就要去攞水。啊，你太晚去就沒水了。你太遲去就冇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我被他們吵醒。我就被他们吵醒。那这个妇人为什么到中午才来打水？而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到中午才去拿水呢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我们再向下面看。这个妇人对先生说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水呢？这个妇人就对先生说，他说，先生，我都没有器皿来打水，怎样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，和他自己的儿子都和牲畜都是喝这个水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比更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耶稣就回答话：凡饮呢个水嘅人，仲要再喝。人若喝我所赐给的水呢，就永远不渴。如果人若饮我所赐嘅水咧，佢哋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。我所赐俾佢嘅水就要喺佢里边涌流到永生。啊，这个耶稣呢，就从普通的水井水讲到生命的水。耶稣基督就从普通的井水讲到生命的水。我今天早上哈，这个很赶着就来了，就没有把那个琴带来。今日朝头早我好赶嘅，就嚟到冇记得带我平时玩嗰个琴嚟。那我现在变成要清唱。我而家就要清唱啦。啊，我喜欢唱的一首歌哈，下一页。我喜欢唱嘅一首歌。啊，人饥饿非无饼。人饥饿非无饼。干渴非因无水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话，我是生命的粮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信我的永远不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非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乃因不听神的话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也不听耶和华的话，难以不听神的话。耶稣。
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希望的永远不渴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希望的永远不渴，希望的永远不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啊，你若喝这水还要再渴，你若喝我所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就永远不再渴。因为你喝这个水的，你会再饮，但是饮我生命的水，你就永远不渴。因为我的主乃是生命的泉源。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主耶稣是活水泉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凡喝这水，主曾明说到永远不再渴。难道永远不再渴？真真永远不再渴？难道永远不再渴？真真永远不再渴？凡喝这水，主曾明说到永远不再渴。好，那么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。”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嗰度话，妇人咁讲：“先生，请将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个这么远的地方打水。叫我不渴，亦都唔使再嚟到呢个咁远嘅地方嚟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来。”耶稣就同佢讲：“叫你，佢话你去叫你嘅丈夫嚟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妇人就话：“我冇丈夫。”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耶稣话：你讲你冇丈夫系不对啊，不错的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。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。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而家有嘅并唔系你嘅丈夫。哇，这个耶稣呢就问他说：，你叫你的丈夫来。耶稣同佢讲，叫佢嘅丈夫嚟。那这个妇人说：我没有。呢个妇人话：我冇丈夫。但是呢，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。但是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呢？要么这个妇人大概是很漂亮。可能这个妇人非常美丽。啊，一个丈夫，嫁了以后呢，哎，再找第二个，再找第三个，可能她很漂亮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男孩子喜欢她，对不对？可能她因为她很漂亮，她嫁完一个又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。啊，要么她就是很漂亮。可能佢真系好靓，但是按照犹太圣经的学者，犹太人圣经学者这么说。但系按照犹太人嘅圣经学者，佢哋系咁样讲：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不孕，不能生孩子。呢个女人佢系不育，唔能够生细路仔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啊，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一样，就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犹太人同我哋中国人嘅谂法都系一样，系有无后不孝有三，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。啊，没有后代呢，不生孩子那是大问题呀。假如系无后代，唔得生细路仔咧，系一个大问题。啊，所以他很可怜，就被离婚了。所以佢系非常可怜，就被人哋离弃离婚。然后又有男孩子喜欢他，然后他又再找第二个丈夫。但系有第啲男人中意佢，佢又再揾到第二个丈夫。那家人给他呢，又希望盼望这个丈夫，也许。他可以给我孩子，那么我就这个羞耻就可以除去了。所以佢希望嫁咗之后，这个丈夫可能会俾佢有细路仔，令到佢嘅羞耻可以除去。啊，但是呢，还是不能够给他孩子。但系一样系冇孩子。啊，他的那个自我形象已经被扭曲了。佢哋嘅自我嘅形象已经系冇咗啦。第三个，他希望第三个也许可以给他带来希望。他嫁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也希望可以有这个小孩。啊，所以这个古时候人多子多孙这个观念，是很强的。所以在古时候那些人喜欢多仔多孙，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。上帝给亚伯兰说，我要叫你的后裔从天上西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所以这个多子多孙在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。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也应许他说你的后代会好像天上面的星星海的沙一样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也是一样，有多子多孙的观念。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好像国父孙中山十四革命，
都失败，但是继续努力，第十一次就成功了。所以喺国父孙中山佢革命嘅时候，佢都系不断嘅革命，到最后屘系成功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她很有这种生存的求生的意志强。我哋亦都见到呢个妇人，佢有呢个生存求生嘅意志好强。那么虽然五次失败，还在继续努力，第六个。虽然佢嫁咗五次失败，但系佢都继续努力去揾第六个。但是这个还没追到。但系呢个仲未。不是他的。唔系佢嘅。所以他的确是没有丈夫。所以佢的确系冇丈夫。所以呢，他为什么不要一大早去提水？但系点解佢唔会一大清早去打水呢？因为他跟人家别的妇人走在一起，人家会笑他，哎呦，这个女人哦，是不是一个坏女人哦？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追第六个哦，一大堆问题。所以佢想避免，唔想第啲女人去话佢呢个女人系不育，而家又要同第六个人一齐。所以他没面子，跟人家走在一起。他没面同埋其他嘅人一起，他等到中午才来打水，所以他到中午先去打水。所以呢，他的自我形象是被扭曲了，所以他的自我形象已经被扭歪了。我们知道有的人生来瞎眼，我哋有啲人生落嚟就系瞎眼，生来哑巴就系哑嘅，生来就是耳聋就系耳聋嘅。这些残障人士，他都会有自卑感，好多呢啲残障嘅人，佢哋都有自卑感。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 被轻看的，是没有价值。他们很多时候觉得他们在这个世界活着是被轻视，还有他们没有价值。有的人婚姻不美满，有的人的婚姻不美满，他也会有自卑感，他们都会有自卑感。老公不要我，他的老公不要我，有的是太太不要我，有的是太太不要我，他会有自卑感，他们都有自卑感。那这样怎么办？但是怎么办呢？耶稣就来处理这样的问题，耶稣就来处理这些问题。以前啊，在我们这个学校有一个大学生，那么他呢，这个自卑感很强烈。以前在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大学生，他的自卑感非常之强烈。她是一个女孩子。她是一个女的。她每次跟她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每一次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他吃面他是这样吃的，他吃面呢，他就用手掩住来吃就吃面的盖着他的嘴巴，就要掩住个口来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同学笑他这个嘴巴是这个特别尖，好像猴子一样。因为有些同学是笑他，说他的嘴是尖，特别好像猴子一样像猿猴，好像猴子一样这个嘴很难看，他的嘴还蛮好。原来他牙齿大概有一点这个所以他去那个人家心理辅导问他的时候，所以他也去找心理辅导人家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歪一边，他就拧转个头向一边，你看我的嘴，你看我的嘴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样？你长得很漂亮，你长得几靓啊，慢慢注意看，看看我的嘴，只系睇我个嘴，像猴子的嘴，好似猴子嘅嘴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我都这样子吃面。所以每一次我同男朋友食去约会食嘢嘅时候，我都会冚住个嘴。约会一次就够了，没有第二次。同男朋友约咗一次就已经冇第二次啦。这男孩子觉得这个人怎么怪怪的？佢嘅男朋友觉得呢个人好怪。所以呢就没了，就冇啦，冇下。所以这个治疗就要从他的自卑感的起原因在哪里？所以佢嘅治疗咧就要从佢嘅自卑感嗰度佢嚟到处理。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，是一种伤害。有啲人俾咗个伤害佢。另外有一个他呢，他这个女孩子呢，她是每一个月换一次工作。有一个女仔咧，佢系每一个月去换一份工作。那么总是一直在换工作，一直喺度换工作。后来人家就叫他去找心理医生。有啲人就最后屘同佢讲话：，你不如去揾心理医生。但是心理医生就问他你的原生家庭。心理医生就会问佢嘅原生家庭。你为什么会这样？
點解你會咁樣？好像沒有自信心。佢因為冇自信心。啊，這個女孩子就說。呢個女仔就咁講。我從小就是一個棄嬰，被丟棄的嬰孩。佢話我從小就係一個棄嬰。啊，那麼，我的父母把我生出來以後就丟到垃圾桶裡面。我父母將我生出嚟之後就擺丟棄咗喺垃圾桶嗰度。啊，有人去倒垃圾就聽到哇哇哭叫的聲音，就把他抱起來。有人去到垃圾聽到細路仔叫喊聲，就將我抱。然後呢，就送到孤兒院。就送到去育嬰院。那麼孤兒院呢，他們通常禮拜六、禮拜天是 open， 給大家外面的人要來認領嬰孩就可以來認領。好多孤兒院係禮拜六、禮拜日咧都開放俾人哋嚟到睇啲細路仔嚟到認養。哎呦，二三十個小朋友，他們唱歌跳舞，然後他們胸前有一個大牌子。好多細路仔佢哋會唱歌跳舞，喺佢胸前有一個大嘅牌。啊，佢寫咗號碼。就寫住號碼。啊，那麼他們來，那些來的人，家長們來看，哦，這個男孩很漂亮啊，很英俊瀟灑，哎，我要這個。好多人見到哦，呢個細路仔好，呢個男仔好英俊瀟灑，我要呢一個。啊，那個女孩子很漂亮，我要。哦，嗰個女仔好靚，我要嗰個。啊，很多他的朋友都被領走了，他一直留在孤兒院。好多佢嘅朋友都被人哋領養咗，拎帶走咗，淨係佢留翻喺孤兒院。所以每一個禮拜六，他們都帶着希望。每一個禮拜六，佢哋都帶着期望。啊，希望有認領我的爸爸媽媽。希望有領養佢哋嘅爸爸媽媽。那我不會在這個孤兒院。唔使再留喺孤兒院。啊，但是呢，別人都被認領了。但係其他人都被人領養咗。但他一直都沒有人要。但係佢自己一直都冇人要。啊，他的自我的形象呢，就越來越扭曲，越痛苦。所以佢嘅心裏邊就越嚟越痛苦，越扭曲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。所以我哋見到呢個撒瑪利亞嘅婦人。他的自我形象是被扭曲的，他的自我形象也都是被有所扭曲。那我们看到耶稣就对他说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他这样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就把他讲出来了，就讲出来。那你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呢？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呢？他就说你一定是个先知，所以他这个人就说你一定是一个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第二十节，在第二十节那里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面礼拜，但是你们反而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妇人呢，他就转话题了。所以这个妇人呢就转话题，因为你问他丈夫这个丢脸的，他不提了，他就转话题。所以當佢被問到有關佢丈夫嘅事情嘅時候，佢覺得丟面，佢就轉話題。啊，耶穌也跟住他轉話題。耶穌亦都跟住佢轉咗話題。啊，他說你們拜神在山上，在禮拜，在耶路撒冷，我們在山上。耶穌話：你哋敬拜嘅時候，我哋喺山上。但是耶穌說。但耶穌話：你們拜神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但係你哋拜神亦都唔喺山上，亦都唔喺耶路撒冷。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，但是真正去敬拜神的是要用灵来敬拜他。中文和合本是写灵和那个诚实，英文圣经是灵和 the truth， the spirit， worship God with the spirit and the truth， 真理。在这个和合本他们是用灵和真理，但是英文圣经是翻译为灵和真理。所以呢，用神的话是真理，那么用灵加上灵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应该用神的话真理和灵去敬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。所以神是一个灵，我们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。好，你转话题转到敬拜，那我也跟你讲敬拜。当这个妇人将他的话题转到敬拜的时候，耶稣也将他去到讲到敬拜。那这里呢，其实是从普通的水，矿泉水，普通水，讲到活水，活水呢讲到灵里的活水。
这个从这个由水讲到去这个活水，然后由活水讲到灵这个时候。那么这个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他称为基督的要来。这个妇人就说，我知道弥赛亚的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。他现在又在转话题，他又转话题了，转到将来弥赛亚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，转到去这个将来的弥赛亚的弥赛亚，他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的事情。那你转话题，我也跟着转。耶稣也都随着他这样转话题。耶稣说，那个这个弥赛亚呢已经在这里了。耶稣就说，这个弥赛亚已经在这里了。这个妇人就，我们等待两千年的弥赛亚，就是谁呢？咁佢就话：我哋已经等待咗二千年嘅尼赛亚系边个？这个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弥赛亚。今日同你讲说话呢一个就系尼赛亚。哇！你是弥赛亚？呢个女人就话：你系尼赛亚。啊！难得咧，非常难得。我们祖宗等待到现在，等待两千年都还没等到你，你就是这个弥赛亚。我哋嘅祖宗等咗二千年都未曾等到，而你就系呢一个尼赛亚。第二十七节。在二十七节，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同埋一个妇人说话。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你怎么跟他讲话。但系冇人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我们来读二十八、二十九，来一起来朗读，来二十八、二十九。我哋一齐朗读二十八、二十九。那妇人就留下水杯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一生的事情都给我讲出来了，莫非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，那些基督吗？你们来看啊，有一个人将我所素来的所行的一切事都讲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他就把这个水罐丢在井旁，他就将个水罐丢在井旁。他本来的目的是用水罐来装水，本来他是拿装水的容器来装水，因为没有水就没办法生存，因为没有水就不能够生存。我们知道在那种中东地带很干燥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东的地方是非常干燥，有水井的地方才会有人居住，有水泉的地方才有人居住，没有水井呢就不可能居住，没水源的地方就不能居住。有些地方沙漠那些都人也没有，动物也没有，在沙漠的地方人也没有，动物也没有，所以水井非常重要，所以水泉是非常重要。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这些水，他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拿水，但是呢他把水罐也丢了，但是他当时就将水罐都丢了。他要去告诉他全城的人说，有一个人把我一生的事给我讲出来的，这位弥赛亚比他要来取水的这个工具更重要。所以他要回去跟他城那些人讲，有一个人将我一生的事情都讲出来，我知道他就是这个尼赛亚。今天我们的水罐，今天我们的水罐是为了要有水 才能活，我们要有水才能够生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五斗米折腰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为五斗米折腰。赚钱赚钱，为什么赚钱？赚钱赚钱，为什么要赚钱呢？要养家养老婆养孩子，要养家养老婆养小孩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饭碗，这个是我们的饭，我们要做的我们的饭碗，我们的饭碗但是呢他愿意撇下，但是他愿意将他丢低彼得雅各约翰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来跟从我。当耶稣基督同彼得约翰他们在打鱼，整夜捞不到鱼，他们 整夜打鱼都没得着。耶稣说，你把鱼往右边撒下去，耶稣跟他们讲，他将网向右边撒下去，就有一大堆的鱼，就有很多鱼他们就很高兴来跟随耶稣，他们就很高兴的来跟随耶稣这个耶稣万岁，耶稣万岁，就会高兴叫耶稣万岁，耶稣万岁他能够行神迹，他可以行神迹我们如果来跟耶稣的话，假如我们来到跟耶稣的话，我们的民生问题都解决了，我们的民生的问题都会解决现在那个高雄那个市长是谁？韩国瑜高雄的市长是谁？
韩国语。韩国语。啊，韩国语。上旬。啊，我礼拜六我们在看看报纸。刚刚上旬的。啊，他为什么会被选上？点解佢被选出咧？啊，为什么？点解？人家做了二三十年都搞不赢，啊，跑不停，但是他一来，哇，两三个月就搞掂啦。呢个人。好多人做了二三十年都不能夠解決問題，他這個人一來幾個月就搞定了。那民進黨弄來弄去弄兩三二三十年沒有影響，民進黨搞了二三十年都沒什麼影響，大家這個工作沒工作啦，有的就跳到海外啦，或者跳到北部啦，北漂啦，或者有的跳到大陸去，很多人都因為沒工作沒工作周圍的去去離開他們的地方。但是呢，韓國瑜的短短的两三个月就整个翻转过来，但是这个韩国瑜在很短短的两三个月当中就将个情况反转过来。你们有没有看这些报纸？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啊？ OK， 这个就是他们称为韩流，他们就叫他做韩流啊。这个他们弄网络啊，这个对这个影响得很快，他们做网络的对影响是非常之快啊。他就是了解他们老百姓的需要，他就是了解这些老百姓的需要。我们民生问题，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民生问题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民生的问题，失业率高，失业率高啊，求生存啊，生活有困难，我们求生存，我们的生活有困难，那么他可以替他们给他们解药解决的办法，他可以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第一个问他的就是你叫你的丈夫来，耶稣第一次他问他的时候就说叫他的丈夫来，这个就是解决他的过去，这个就是解决他的过往。有很多人他这个过去没有对付，他没有办法向前走，我们很多人不能够解决以往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够向前走。这个活水是地上的，活水是在地上的，物质上的，但是精神上的爱呢，就是丈夫的爱，精神上的爱就是丈夫的爱，他也得不到，他也得不到，他努力，五个丈夫都失去，他又很努力，五个丈夫都失去，所以第六个，到了第六个，但是还没有得到，也都是不能够得到。我们今天很多人他在世界上追求生存，要找工作又换工作，一直要找到那个能够让他在物质上满足，在精神上的爱得到满足的。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上工作，不断的工作，我们是想得到我们有满足，但是他还是得不到，但是这个都是得不到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当他听到说跟他讲话的就是弥赛亚，当他听到跟他讲说话的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把水罐丢掉，他就将他水桶丢了。我们知道宋尚杰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，我们知道宋尚杰在美国拿到这个化学博士，北京大学的院长要他回来当教授，北京大学的院长要他回去讲 做教授，但是他回到中国大陆在太平洋的时候，但是当他去回中国太平洋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奖状丢在海里，他就将他自己的证书扔在海里面。他回去呢到北京大学的时候，他去到北京大学的时候打开圣经，就打开圣经告诉他们说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五饼二鱼的化学变化。他就跟那些人讲，打开圣经说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五饼二鱼的五千人吃饱，五千人吃饱了。所以呢宋尚杰呢，他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他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就看万事如粪土，他就看到万事如粪土，甚至可以把这个博士的这个奖状都给丢到海里，他甚至可以将他自己拿到博士这个奖这个证书都扔在海里。所以他把水罐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水罐丢在井旁，然后呢跑去城里面告诉他们耶稣的救恩，弥赛亚他找到了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将她自己的水桶都扔在井旁，回到去城同人家说，我已经找到这个弥赛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真快乐，自我开始奔天路，前途光明，最难出去，主的慈爱永溢永溢我心灵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以前可能有教过你们，要不要来试试看啊？
我哋一齐试下唱呢首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真快乐，自我还是本天路，前途光明，最难出奇，主的慈爱永隐永隐我心里。再来一次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真快乐，自我还是本天路，前途光明，最难出奇，主的慈爱永隐永隐我心里。我们站起来唱，来站起来唱，我们一起起身起来唱，有一点运动一下好不好？运动一下，一起运动哈。好，这个是个运动，身体健康哈。那么来，好像跳健美操一样，来，我们要运动一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最快乐是我开始奔天路，前途光明。再来一次，来表演一下，运动一下。我哋喐下手，喐下脚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真快乐，自我还是在天路，前途光明，最大足迹，祝你是爱，永远永远我心里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所以呢，他的喜乐是什么？就是、他得到的喜乐是乜嘢咧？生命的活水，就是他得到生命的活水。他找到了弥赛亚，他找到这个弥赛亚，他所期待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，可以解决他们一切问题的弥赛亚，他找到了。他们期待这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弥赛亚，他已经找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人家门徒来了，把便当买来了。到了后来，这个门徒回到来，将买到食物回来了。那么要给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已经有食物，是你们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”他们说给耶稣吃，但是耶稣跟他们说：“他说我有食物，你们只不过是不知道的。”那门徒问说：“难道有人给你东西吃吗？”门徒就说：“难道有人给你吃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个意志，造成他的功。”哎，这个叫食物啊？唔通咁样呢、这个就系食物？你跟人个人布道也是食物啊？亦都系食系食物。很奇怪哦。好奇怪。每会必到的信徒是好信徒，每一次聚会都来的是好信徒。每一次都嚟到聚会嘅就系好信徒，对不对？系咪？祷告会也来，查经会班也来，这个崇拜也来，诗班也到，每会都到，哦，好基督徒。凡亲聚会、诗班、祈祷会、查经班都出席嘅，都系会系一个好嘅信徒。但系每会必到的牧师呢，就有问题了。但系每次聚会都到嘅牧师就有问题啦。那他不讲道，他是来听道的那个。就是他们只是来听到，他不是讲到，有问题，就有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里这个教会已经有牧师，那个牧师怎么每一次都来？这里教会已经有牧师，但是为什么那个牧师每一次都可以来呢？那个牧师应该到别的教会讲道啊，要不然就来这里讲道啊，怎么都每次来坐在台下当信徒？但是为什么会有些牧师，为什么他坐在这里当信徒，他不去其他教会讲道呢？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个牧师大概有问题，怎么没有人请他讲道呢？可能没人请他讲道。OK， 所以耶稣 的食物就是讲道。所以耶稣的食物就是讲道。讲道给撒玛利亚妇人听，这就是他的食物。耶稣分讲道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他的食物。所以啊，你听人家讲道，所以你听其他人讲道，那这是信徒，这个是信徒。那么你的食物就是生命的粮。你的食物就是生命的粮，神的话是你的食物，神的话就是你的食物。但是牧师，但是牧师的食物就是讲神的话，牧师的食物就是讲神的话，神的道讲出去给人听，这个就是他的食物，就将神的话讲给人听，这个就是他的食物。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？
所以耶稣，第三十四，我哋一齐朗读第三十四节。我的食物，我的食物就是差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道。哎，这个是他的食物。呢个就系耶稣嘅食物。听人家带茶经是一种食物。听人哋茶经系一种食物。那以后你自己可以带别人茶经，那你呢？你教导别人的时候，你学的最多。当你可以帮助去教导其他人的时候，你所学到的是最多。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做主日学老师。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做主日学的老师。十七岁的时候就带人家个人，带人家查经。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带人的查经。从十七岁带查经带到六十七岁。我由十七岁带人查经带到现在六十七岁。多少年带查经？带到现在。所以呢，五十年在查经。我大约有五十年帮人哋查经。啊，我觉得很宝贵。我觉得非常宝贵。当你带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带人嘅时候，你灵命就会成长。你嘅灵命都会成长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，好，我们来到第四十节。我哋嚟到第四十节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。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，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。他就在那邊多住了兩天。他就在那裡多住了兩天。因耶穌的話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因耶穌基督的話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好，我們一起來念四十二節。我們大家一起讀四十二節。面對婦人說，現在我們信，不是因為你的話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，知道這真是救世主。好，感謝主。感謝主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告诉这个城里面的人，这个咁我哋知道呢个撒玛利亚女人，同呢个城嘅啲人讲，你嚟嚟睇，有一个人把我一生的事都给我讲出来了，呢个人可以将我一生嘅事情都讲咗出嚟。莫非这不就是我们等待了两千年的那位弥赛亚，那位救世主吗？莫非这个就是我们等待了二千年的弥赛亚救世主吗？他们说，你怎么知道你看到弥赛亚？那些城的人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你见到这个弥赛亚？因为他把我过去的事都给我讲出来了。他说，因为他能够将我过去的事一一的讲出来。你们知道我以前有五个丈夫啊？你们知道我以前有五个丈夫。那我现在在追第六个啊。我现在有第六个。他都给我讲出来了。他都能够讲出来。那这不是基督，不是弥赛亚是谁呢？假如这个不是基督，不是弥赛亚，所以他真的不觉得羞耻了。他不再觉得羞耻。啊，我们知道刘明和，有没有听过刘明和讲道啊？你们有没有听过刘明和？啊，他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啊，他呢是杀人打抢。以前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是杀人、偷、打劫的。啊，他吸毒、杀人、打抢，是杀到血流出来，他才会停止。他会要斩人斩到流晒血，他才会停。他现在每次讲到都会提到这个嘞。他每一次讲到，他都提到这一点。为什么？点解呢？因为那是以前。因为那些是以前的事。啊，年轻的时候。年轻的时候。那后来他改变了，成为牧师了。后来他改变了，成为牧师。因着他有几百几千人悔改信主。因为他有几百几千人悔改信主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说我以前有五个丈夫，现在在追第六个，她都讲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我以前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六个，我都讲出来。啊，我已经不再觉得羞耻。我已经不再觉得羞耻。因为耶稣让我找到了，耶稣给我生命的活水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生命的活水。他不怕。他不再怕，勇敢为主做见证，勇敢为主作见证。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妇人说，所以这些人就同这个妇人说，现在我们相信耶稣，现在我们相信耶稣，不是因为你讲的这些话，不是因为你所讲的，是我们跟耶稣面对面，是因为我们亲自面对面，真的认识他，就是那位弥赛亚救世主，我们亲自的见到这个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这个救世主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低头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活水的泉源。我们喝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，但是我们喝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就永远不再渴。主啊，你说我凡口渴的人可以来，愿意的人都来，我要把那生命的活水浇灌给你们，叫你们永远不再渴。主啊，这活水要在你们的腹中成为泉源，
一直永到永生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主让我们得着这生命的活水，永生之道。主啊，我们有这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主啊，我们要跟随你，一生一世来跟随你。求主使用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